褪色。糟了，中毒，中招了。哎，会褪色。哎呀，原来是墨汁儿啊。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。一大早的，我求你们不要再叹气了。我们也想笑啊，但是怎么都笑不出来啊。哈哈哈哈。啊，林大人。林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哼哼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看来金夫人，你的墨汁昨晚都用光了。林大人，这什么意思？想知道，问你娘吧。林大人，你的出手未免太寒酸了吧？哼。心意呀。你们到底说什么？明人不做暗事，说墨汁里有没有毒。自幼家贫书读少，林大人，你没有理由多此一问的。想不到我也会上当。这叫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搞小动作。不管你再做什么，结果都是一样。省省你的心血和墨汁吧。我走了。娘，我真的就快受不了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这么深奥的。是啊，听得我们糊里糊涂的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啊，不对呀，刚才你对答如流的。是啊，是啊，简直就像背诗一样啊。你们不觉得他是来者不善吗？觉得。是啊，既然他诸多挑衅，我不能输掉气势啊。不能输掉气势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？还有两天时间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，不可以坐以待毙的。那就是怎么样啊？安年呢？他耍那么多花招就是为了得到你。既然如此，你以进为退。儿子，给他吧。原来是你。正是我。为什么跟着我？我想你了。真的？你骗我。你想我，为什么躲着不肯见我？你不会懂啊，那种心态真的是很矛盾。当你被一个不男不女的人喜欢上了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这就是嫌弃我了？怎么会呢？你听我说，这几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里想得很清楚啊。其实喜欢上一个人呢很容易，但是你想要别人喜欢自己呢，的确很难呢。说真的，其实在茫茫人海之中可以找到一个人视自己如珠如宝呢，应该算三生有幸了。所以我真的很开心呢。你想通了？真的想通了？我又怎么舍得拒绝你呢？你真的答应跟我回京啊？当然了，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，你跳河我也跟着跳河。只不过什么呀？你想想看，如果我跟你回京，而我又做公公的话，那我跟你就做不成鸳鸯了。对呀，我要你伺候我吗？我没理由逼你做公公啊。为什么我没想到这点呢？一定是我因爱成恨，糊涂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进刀子房，我要向布公公要回契约。你想通了？你真的想通了？岂止想通了，我还识穿你的诡计呢。你想骗我，别指望了。不是啊。还不承认？
你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你身上的鸡皮疙瘩出卖你了，你根本就是撒谎。我要我信你，没鸡皮疙瘩。我，哎，你走来走去不累吗？你不要担心，凡事都有解决的办法。是啊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嘛。如果后天还想不到办法，年大哥就要两腿伸直了。你不要这么说，有我在呢，你放心吧。你不用安慰我了，就算你真的肯帮我，也帮不了什么。总之，你相信我。你的一番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小姐，你打算帮他们？师弟这么惨，我怎么能不理他呢？可是这么做会暴露你身份的。那个今年呢，虽然讨人厌，不过还算是一个好官，就这样被人抓去做公公，太惨了。确实是惨了点，但是他会习惯的。你想想看，万一你的身份暴露了，就要嫁去波斯，跟着那个浑身是毛的波斯王子，你不怕吗？哎，这样吧，先静观其变，可能夫人有办法解决呢。来来，大家吃饭。哎，娘，今天这么多菜。哎呀，大哥就快出门了嘛，有的吃就快点吃啊。雨露，少说两句。就是说话看看场合嘛。你也少说两句。少说两句。哈，来吃饭吃饭啊，吃饭。啊，您呢？你的。你的。大哥你的。鸡鸭鹅全有了，你喜欢吃吗？多吃几块吧。是啊，以后你上了京就没有这么多好东西吃了。我不是真的要上京吧？哎，我们偷也偷过，求也求过，所有的办法都没用，现在只好接受现实了。大哥，这次呢，你一命保全家，确实是难为了一点。虽然我帮不了什么忙，不过我准备了东西送给你。春梅，大少爷。啊，这么大的垫子？这个垫子呢，真的是与众不同，里面呢是用油甘子叶做的。用起来啊，非常的透气柔软，你坐上去呢，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舒畅。你知道了，从刀子房出来，很长时间都不能坐椅子，有了它呢就不一样。大哥，我也有东西送给你。送这么多汗巾给我干嘛？哎，到时候你会很忙啊，一定用得着的。哦，原来你们都有准备，幸亏我也想到了。大哥，小小意思，你收下吧。这什么？是虎骨，兽骨中比较坚硬的一种。我查过文献了，净身的痛苦呢，并非笔墨所能形容。所以送你这根骨头，让你到时候可以含在嘴里面，希望不会咬伤你的舌头。安年呢，有件事你一定要记住，净身之后呢，不要随便吹风。还有那些热毒的食物呢，就不要吃了，好像虾蟹啊、牛肉啊、鸡蛋啦、鸭鹅什么的，不然的话就够你瘦的了。是啊，大哥，所以呢，你想吃什么就多吃一点吧。这个鸡屁股啊、鸭屁股啊、鹅屁股，吃了可以一行不行的吗？够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好不好？我的心就快跳出来了。我的心也跳得很快啊。我也是啊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啊！春梅啊，倒杯热茶给大少压压惊。是夫人，糟了，你们三个是三胞胎吗？大哥净身那天，你们会不会很痛啊？啊，哦，我想我应该不会，不过二哥呢，可就难说了。哎呀，不要说这些无聊的话了，来来来，先吃饭，先吃饭啊！好，吃饭。啊，哎呀，相公啊，别管了，无论如何呢，先补了再说。没错，说我的，我都对。好了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两个巴掌噼里啪啦，这下一拍两散了。哼。哎呦，是你啊？不然你以为谁呀？我以为啊是金大人，你没遇见他吗？无缘无故找你干什么？要你放他一马。哦，他问我刀子房那边的情况，又问我事前事后要准备些什么，宫中有什么规矩，太监有什么工作。他还说了些什么啊？
他还说，他问我做了太监呢会跟谁，又问可不可以跟我。他为什么这样问呢？他说在宫中举目无亲，希望我可以照顾他。他只见过你一次，怎么会这样说呢？要讲缘分，我人缘好。那说起来，这金大人的为人呢、真的挺好的，不错。你这次的眼光是最好了。他怎么突然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谢谢。谢谢。哇，这里卖的东西很多啊，真想把整个池里共振都买回去。五两银子，再多一文钱我都不要。你什么时候话呀？五两？我多给你了，我买个这么大的水缸啊，也只要半文钱。你拿水缸来放鼻烟买，拿我的家传鞭壶和水缸比，那简直侮辱。你要多少钱才肯卖啊？你别想买了。哇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，根本不是做买卖的。是我不做你生意啊，怎么样啊？哎，想买什么？老板多少钱？哦，哎，八两。八两不算贵啊，手工精致，独一无二啊。我看看。来来。真的很精致，就要这个。哎，谢了。谢了谢了。哎，亲家怎么样？哎，简直无懈可击。哎呀，真是麻烦你了。哎，你既然叫我亲家，那就是自己人了，自己人当然要帮自己人了。撞了。怎么了？那家伙又回来了。啊，哎呀，你不是吧，这个花瓶明明是我先看到的。哎呀，你还没有付钱吗？我有权买下来了。老板，你说句公道话。我有钱就收，哪管得了那么多呀。你呀，太不老实了。怎么说怎么说，要了八两银子连一个盒子都没有。哦，要盒子是不是？来来来，给你要啊，是我的。对不起。我的，你太不讲理了，你真是的。你难道真是天意？之前没想到会闹到这个地步，我只想吓吓他，没想过真的要他做公公。你说我是不是太冲动了？去你的，你的心这么软。我实在不想伤害他。你现在是不是想半途而废啊？我很矛盾，我该怎么做才好？全力以赴吧。回到京城啊，就是我们的势力范围了，到时候只要契约在手，我们想怎么样都行。如果他不肯就范呢，就带他去刀子房走一趟，到时候百炼钢啊都会变成绕指柔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要心软了。你心一软，你就功亏一篑了。哎呦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弄来这个鼻烟壶的？哎呀，那是我买的。结结巴巴的，分明是心虚。谁心虚了？你这么凶，谁见了都会结巴的。来，你这个家伙我很了解啊，见了好东西呢就想要，这可是我的宝贝，我不会给你的。哎，就这样。虽然金大人呢皮肤黑了一点，不过他是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，风流倜傥。金大人的为人挺好的，不错。嘿嘿，你这次眼光是最好了。想横刀夺爱呀、你别指望了你。我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只要你不送我去刀子房，不叫我做公公的话呢，我就会好好的报答你。不公公谁呀、哎呦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什么都不要，你什么都不要。我明白，我怎么会不明白呢？
哎，问世间情是何物？这叫生死相许，我全都明白。总之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不送我进刀子房，不用我做公公的话呢，我就给你做一双鼻翼鸟，好好的伺候你。你相信我？啊，我不是做梦吧？当然不是了，来，不信的话，你摸摸我的脸，真的不是做梦啊！ 你有宠你，你横刀夺爱，哎呀，没有，哼，怪不得你纵容我哄他签契约做公公，没有，怪不得你叫我别放过他，一定要抓他上京，没有，怪不得你叫我千万不要心软。 不然的话就功亏一篑，原来你早有阴谋。没有，没有。嗨，你想用契约威胁他，让我替你把路铺好了？你休想，我才没那么笨呢。够了，他之所以花这么多功夫，完全是因为一个情字哦，哪点不对啊？你还护着他？我当然护着他了。没有，没有。 好，你们有种，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大不了一拍两散吧。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哎，大哥，你这次深入他们的虎穴，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计谋，真的很绝啊！好比那是十三幺，而且是海底捞月吃壶那么厉害呀！哼。 整天想着打麻吊，当然了，自从公姑娘不在，我们不知道多久没打麻吊了哦。是啊，哎呀，他现在回来了，不就又可以开始了？嗯，啊，心素，你借出毒瘾真的成功了，我没事了。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其实这次最辛苦的人呢，应该是师弟。为什么？当然了，无缘无故要你做我的意中人，实在是太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大哥，你不用替他心疼，他是心甘情愿的。姐姐。 总而言之呢，这是精一世长一智啊！阿宁呐，等一下吃过饭呢，要用柚子叶从头洗到脚，把霉运都给洗掉啊！知道了，娘。糟了，我忘了一件事了。什么事啊？啊哦，没有，我提醒你们呢，以后做事情要懂得未雨绸缪，不要临渴呢，才了挖井。娘啊，你说话怎么前文不对后语的？是啊。 我这么聪明绝顶，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呀，我说的话没这么容易明白的，就像这杯陈年的美酒，要慢慢的品尝嘛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干杯，干杯！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哎，金夫人，这些丝绸刚刚从杭州运来的，保证合你的心意啊。哎，不合不合。啊，有这匹啊，狐狸绣金。 高贵大方，你看，还是不好啊。老板，这匹布就对了。哎，这匹布黑漆漆的，是一块粗布，不适合金夫人你的身份呐。我说合适就合适了，那你替我做五套衣服，中号、大号、特大号、特特特大号，每个尺寸一套啊。还有啊，一定要缝两次，明白吗？ 哦，明白明白。嗯，这样还不有备无患，想裂开都难呢。要我说呢，都是你们两个不好啊！明知道二哥最怕这股猫屎味了。 偏要他在家的时候买个榴莲来引诱我。嗯，榴莲买了也可以不开的啊，是他说要开的。嗯，干什么？嘀嘀咕咕的，以为我听不见呢？想长嘴是不是啊？算了算了，三妹，反正我今天早上起来有点鼻塞，什么都闻不到，不然的话，我早就溜之大吉了。这倒是，哈，说到榴莲呢，舅母也很喜欢吃啊，啊，没有他来跟我抢着吃啊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是啊。 说起来，舅舅夫妇俩上京有好几个月了，一点音信都没有啊，说不定已经当上了御厨了。哼。
有这个本事就好了，那舅舅还不急忙的从600里外写特快家书回来报喜吗？我猜呢，一定是被皇上冷落在一边了，然后呢就打入冷宫，闲着没事逗蚂蚁玩。哎呀，三姑娘，尔康虽然没有份上京面圣，但是舅舅到底是自己人，你话不能说得太绝哦。我说说罢了，难道这也有罪啊？我也可以说你胸口长了一个大疮啊，难道这也是真的？你怎么了，娘子？可能是刘玲吃的太多，现在胃很胀。哎呀，三妹，你少挖苦人家胃就好了。就是啊，或者是下次吃榴莲的时候，不要一个人偷偷的躲在天井吃，太自私了。哎，好香啊，有榴莲吃啊？是啊，是很香，不过没你的份儿喽。相公啊，你在这正好。什么事啊？娘病了，你陪我回娘家吧。相公啊，达贤也病了，干脆你陪我回去看他。啊？达贤是谁啊？是我娘家的狗喽。你娘家在隔壁镇上，那么远呢，要二哥陪你一来一往呢，岂不是哪里都不用去了？就是因为路途遥远，一个女子上路呢非常危险，万一遇到劫财，又或者是劫色。很可能是劫财，不劫色那也说不定啊。对，你就会。相公啊，你陪不陪我回去啊？哎呀，手心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总能顺着路情失美意吧。阿美啊，你娘家这么近呢，你一个人回去也不算太难吧？我改天经过呢再去探望岳母大人吧。相公啊，那我呢？那你呢？就叫小翠、小红还有春梅陪你一起上路，四个人安全一点吧。哦，那你一个人留在家里干什么？养病喽。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哇，三妹你吃这么多，哎呀，害得我胃开始发胀了。哎呀，对了，对不起二哥，连累你，你不舒服啊，我扶你回房休息啊。哎，好啊好啊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又赢了。金少爷怎么现在才来啊？我的金刚子刚刚咬死3连霸的大力王，不知道你带了什么好蟋蟀上场呢？是啊，来帮我报仇。我管你金剪刀金刚圈什么的，碰上我的常胜将军不一样打败仗，没有办法。走着瞧。哎，状态是很不错，不过没什么斗志，缩成一团了。那这个呢，就叫物似主人呢。谁说的？这次赌多大？不多，50两加一个古董花瓶。行啊，再加上脱光衣服在大街上跑一圈。这么有信心啊？就怕到时候脱光衣服满街跑的是金少爷你。阿四，准备锣鼓，等一下金少爷裸跑的时候，就乡亲父老来欣赏。是少爷，走着瞧。常胜将军，咬他，咬他，咬他呀！喂，快咬他呀！啊，常胜将军，还不是笨蟋蟀一只，简直不堪一击啊！我刚死掉的大力王，起码还能斗两架，指望你报仇？哎，算了，物似主人相，什么常胜将军啊，还不是体弱多病啊？是不是，金少爷？哎，不然裸跑一圈要多久呢？哎，用不了多久，半炷香时间而已。金少爷，愿赌服输了。相公。你把棺材蟋蟀留在家里了。棺材蟋蟀。阿美，几位公子有没有信心赢这一局呀？你干脆问我有没有信心吃饭好了。哎，赢了怎么办？把上次那块古玉还给你喽。要是输了呢？随便你。赢回上一局，再加上你们三个倒立在大街上爬一圈。倒立在街上爬一圈就不必了，脱光衣服比较过瘾。哎，我对金刚子有信心。我当然不例外了。行不行啊？我这只棺材蟋蟀并非浪得虚名，它是从3000只蟋蟀中挑选出来的。他爹是连赢3年的蟋蟀王，他娘是专门在石缝里和蛇虫鼠蚁打架的黑蟋蟀，拥有优良的血统，怎么样？光说呢是没有用的，斗过才知道。金刚子，上好棺材摔。金刚子，棺材摔。金刚子，棺材摔！金刚子，哎呀，壮士美杰身先死，哎呀，常使英雄泪满襟了呗！啊，刚才不知道谁说脱光衣服在大街上跑3圈才过瘾呢？就是他们了。
了。哎呀，原来是他们，小心啊，小心着凉啊。怕丢脸就别脱了。这些银子是你帮我赢来的，都给你了。不行，我只是帮你玩玩，银子你自己存起来吧。你帮我赢回面子就够了，更何况买那只蟋蟀你一定花了不少银子。拿去买一点首饰，再买件新衣服吧。谢谢相公。嗯，喂，我只是玩蟋蟀，我可没玩女人啊。那我没有胭脂水粉味，不信你闻闻来。啊，我真的闻到了，相公你看。哇，是让我唇齿留香的榴莲呢。要是冒屎啊，我先走了。刚才谁在外面大呼小叫跟我说，为了阿梅上刀山下油锅都愿意啊？啊，没错，可是这个味道比上刀山还惨，比下油锅还难呢。爱不爱阿梅就看这回了，相公怎么样啊？你这是逼我吃猫屎了。屎都肯吃，阿梅好爱你呀、啊！哇，漱了14口都这么臭啊！哎呦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娘子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你不是回娘家去了吗？你也说过不舒服的，怎么到处乱跑呢？我刚才出去吃了点药嘛。好臭啊！一股猫屎味儿，你踩到屎啊？没有。没有，让我看看你的鞋。那，你看，没有。还装模作样，叫你陪我回娘家呢，你就说不舒服，在外面跟那个猪肉美卿卿我我，还一起吃榴莲。雨露，你听我说，这是误会啊。说什么说啊？没什么好说的。平时啊，叫你陪我吃一口榴莲，你就像吃屎一样，说什么都不肯吃。现在那个猪肉每撒一撒娇啊，你连屎都放进嘴里了，你还对得起我吗？我恨死你啊！我，哎呀，雨露啊，你听我说嘛，其实呢，我真的很喜欢你的，你和阿美呢，我两个都喜欢，我从来也不偏心的，是不是？你相信我？怎么相信啊？你说什么都行，我全都听你的，行了吧？好啊。我说什么都行是吧？马上休了他。不行，我肯娘也不会肯了，更何况他有恩于我。这就证明你对他还有感情了。既然为了那个猪肉梅你连屎都可以放进嘴里，我现在就要你证明你爱我比爱他多10倍。马上吃。不是吧？相公，是我连累你了。心素啊，你戒了毒之后要多吃一点水果。啊，夫人，舅老爷舅奶奶回来了。啊？哎，怎么现在回来了？信上说明天再回来的。嗯，可能在京城那儿很风光，所以连夜赶回来报喜喽。哈哈，是啊是啊，大姐，大姐，各位好，舅舅，舅舅，来来来。每人一份，不要抢。谢谢舅姐。舅舅，我们大家都很想你啊，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对呀、啊，我真担心啊，你被皇上留下来做御厨啊，以后再也见不了面喽。嘿嘿，一辈子难得上京一次，当然乐不思蜀了。大姐，大姐，是送你一份礼物，来来来来。阿父啊，自己人干嘛这么客气啊？这幅画我特地请人画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咦，这个胖嘟嘟女人是谁啊？是你啊？相公说呢，这次你去不了京城，他觉得很失望，所以呢，特地把你画进去做个留念啊。是，你真是有心了。不过下次能不能叫他画高一点呢？行。阿年啊，你没特别喜欢的，所以我随便找了这一幅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给你，这是真迹啊。哇，好漂亮！谢谢舅舅。在京城的大街上，每一个摊档都有卖。我想那个王羲之啊，一定画了很多的画。哎呀，不要再咳了，有你份儿，有你份儿。我也有。哎，阿月，你什么东西都有，我特地选了猫眼石给你。哇！哎，这怎么这么小一颗呀？哎呀，你别小看这猫眼石，听说这个宝石呢，能发放出神奇的力量，保佑带它的主人。真的？我看看，是不是跟我很配啊？真的很配啊，阿美，看跟你配吗？配呀、啊。
哈哈，是啊，不过最配的还是我。阿美玉露，公公娘，我也买了很多珠钗给你们，全部都不招摇，你们选吧。你真是太客气了。不要客气。对了，阿父，你去京城见皇上结果怎么样？嘿，皇上吃了我的拉面之后三晚都睡不着觉啊。嗯，人家说好歌呢可以绕梁三日，原来好的拉面呢可以绕舌三日。舅舅真羡慕你，你的技术这么炉火纯青，真是吃了还想再吃啊。对了，皇上有没有留你在宫中当御厨啊？哎呀，我也想日夜陪伴在皇上身边做拉面给他吃，不过后来皇上生病了，只能够喝稀粥。皇上生病了？是啊，虽然我的拉面百吃不厌，但是人病了味觉就会跟着变的，味觉变了吃不出好东西，那就太浪费了。再说伴君如伴虎，我就借机会溜了。他病得很严重吗？也不算重，只是上气不接下气，说话有气无力的。是吗？那皇上长什么样子啊？嘿呀，神气了，他昂藏七尺，双目有神，颧骨高耸，不怒而威，最重要的是他跟公主一样有一颗痣长了须，嘿嘿呀，难看死了。哦，是吗？我也见过皇上，但是怎么跟你说的不大一样啊？你在金銮大殿见他，隔得大老远呢，你当然看不清楚了。这倒是啊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见过皇上的画像，但是他没有痣啊。哎呀，以前没有痣，可能最近长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无中的可以生有了。哦，是啊是啊是啊，皇上虽然留不住相公，但是呢是英雄重英雄，颁了一个无事奖给相公呢。无事奖？哎呀，我差点忘了。那这个就是无事奖了，可不是平白无故可以得到的，一定要技术出神入化，达到有等于无，无等于有的境界才能够得到它。哇，放在动命园里招揽生意最好不过了。哎呀，做人不能太招摇，还是谦虚一点的好。是啊是啊是啊，正所谓呢，树大招风嘛。你知道吗，皇上想招我进宫，我当然死都不肯了，这种事情我从来没跟人讲过。哎呀，舅母啊，皇上的确病得很严重。 是啊，怎么皇宫少了个老丫鬟以供差遣呢？不是说皇上病了吗？还召你进宫干嘛呀？我知道，一定是找你冲喜，冲喜不在乎长相的。是是是是是，就是啊，还是阿美聪明。正所谓，自古皇帝皆好色，这个皇帝也不例外啊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我们累了，我们回房休息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知不知道我差点当皇后？回房吧。我们进去了，早点休息。早点休息。人家吹牛你也吹牛，牛皮都吹破了还想吹，连皇上看上你都说得出来。我想夸张一点，增加可信度嘛。反正我们没见过皇上，都说见了。那可不一样，我们不能面圣是因为我们不肯疏通才会落选吗？那倒是啊。王昭君那么漂亮，还不是栽在毛延寿手上？啊？哪个毛毛虫啊？什么毛毛虫？走吧。为什么？刚才我吹牛的时候，我发现宫心素一直对着我笑，好像知道我在撒谎。哎，知道吗？他住在京城，很可能见过皇上，不要被他揭穿了。走吧。周老爷、周夫人。哎哎，哦，怎么越叫越走啊？吹牛吹成那样，不怕被我拆穿吗？一开始啊，他说父皇病重呢，真把我吓坏了。哼哼，他说皇上有个大痣，还长得虚呢，真是笑死我了。小姐，你放心吧，皇上一定会身强体健，长命百岁的。嗯，不过呢，啊，怎么样？嗯，朝廷有个无事奖，我怎么没听过？无事奖就是没有奖啊，连这都不懂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对了，二少奶奶，二公子的猫眼石怎么处置啊？他的就是我的，怎么跑得掉呢？现在可是不一样了，说不定宝石已经落到别人口袋里了。哎，打马吊啊？是啊。是谁赢了？对了，二嫂说要迎进你的欢心的二哥，你什么时候把猫眼石给他？已经拿去香了。嗯。我说过，我喜欢的东西不用我开口，自然会到我手上。白板自摸。哈，幸亏你自摸了，我真担心你空欢喜。娘子。明明放在这里的，这么快就拿走了。喂，猫眼石还给我。为什么？
多事叫你拿就拿吗？阿梅啊，是这样的，我答应玉露呢，把猫眼石送给她，你知道她这个人的了。你是不是找这个啊，相公？阿梅，我明白，你看我没什么嫁妆，所以送块宝石给我，但是我平时又不戴首饰，有没有它都无所谓，你拿去吧。相公，你上次为了我吃榴莲吐了几天，我真的觉得很心痛，这次可以帮你，我不知道多开心呢。谢谢你啊，阿梅。客气什么？刚才怪里怪气的，我就知道你鬼鬼祟祟的送给他了。一路，你看，你要的猫眼石我帮你拿回来了，我给你戴上啊。站住，不要动。怎么了？这个宝石拿走，拿走，马上给我拿走啊。你又怎么了啊？不要过来，听见没有啊？这里啊是我的房间，不是垃圾房，人家不要的东西啊不要放在这里，我可没有地方放啊。哎呀，娘子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去哪儿了？你从谁的手上要回猫眼石的？你当我是傻瓜？我林玉露是这种人吗？哎呀，你误会了，阿美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呢，这个宝石啊，她也很喜欢的。她喜欢却给了我，那就表示我做大的霸道，抢人家东西，欺负小姨太是吧？没有没有，她没有这么说。她没这么说，可是她这么想。她那个人呢，就会装娴熟，装委屈。我可不来这一套。我这个人呢，没什么好，就是够正直了。哎。那这块宝石怎么办呢？那得还给他。你试试看。那只好送给另一个喽。还有另一个？哎，我是说生我的那个。哎呀，不要，还给你。哎呀，你不是很想要的吗？怎么又不要了？捡人家不要的东西，我才不屑这么做呢。我很有骨气的。哎呀，要了吧。我不要。喂，你们两个在这说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我们在说这只珠钗是跟隔壁马家的丫鬟买的。大家都嫌人家用过的不想要，干活少废话了。我的燕窝炖好了没有？在煮小二少奶奶的清补凉和清热茶，等一下才有炉子用。怎么不说你们两个没有用啊？去去出去！我让你清热。怎么样，阿美怎么样啊？是啊。她喝了那碗清补凉呢，上吐下泻的，不知道怎么搞的。哇，是不是很严重啊？要不要看大夫啊？这倒不必，他说呢，肠胃清得差不多了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哦，我们吃饭吧。哦，清补凉熬鲍鱼海参，喝了不拉死他才怪。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吃饭。哎，大姐，你怎么带了阿月的那颗猫眼石啊？哦，这个宝石呢，阿月说适合我戴，送了给我，是不是好看？好看，好看。听说这个宝石啊，很神奇的，可以压惊，也可以保平安呢。是啊，有没有这么神奇啊？哇，二嫂，你的筷子过界了。玉露啊，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宝石呢？是就拿去戴吧，反正我觉得不太配我的衣服。哎呀，这样好像不太好啊，婆婆，是你戴着的吗？嘿，没关系，我年纪大了，要戴就戴玉嘛，是不是？小翠，你昨天买的玉扣纸放在哪里啊？放在柴房的柜子里，干什么？小二少奶奶拉的纸都用光了，我到处去找玉扣纸啊。啊？哎呀，不知道拉到什么时候，今天晚上甭睡了。阿梅啊，你吃了大夫的药就不会再拉了。很难呢，婆婆，我肚子还一阵阵的疼。婆婆，你干什么？阿父他说过，这个宝石有很神奇的力量，谁要是戴了呢，就能保佑他。希望他戴了以后可以帮帮阿美，让他好好睡一觉。说是这么说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推都不行啊。哎呦，这颗猫眼石真的管用啊。是啊。